喂呀，喂，王爷，俗语伫咧讲啊，人讲丈母伫咧看囝婿，愈看愈爱，安怎？连你这个未来的宝宝，伫咧看新妇，也看到眼戆戆啊，啊？王爷，等白小姐头一摆来咱府中，你唔通安尼咁看，你看，看到白小姐都歹势起来了。母哟，赵小姐是初次到京城，伊是唔捌这个礼节。告诉老师的之处，母哟，你就要谅解啊。袂啦，赵小姐真好，真有人缘，母后真介意伊。哦，你也介意啊？母后是要带赵小姐来去花园行行的，讲几句啊话。多谢母哟，赵小姐，跟我来。多谢王姨娘娘。英姨啊，你这次奉皇上的旨意，改办白衣堂主，查得办差的罪证，另外，佫加得一个好媳妇倒转来，安尼唔免让你父王佮你母后为着你婚事伫咧操心嘛。父王啊，李贤有一件代志，想要恳求父王，你倒帮忙。英姨，有甚物困难事？有一个人。当初抢夺国宝，伊是一个重犯，但是要来处斩之前，被人伫咧大路甲伊救走。如今，慢车，平时，你拄则伫咧讲，是毋是当年青霸绿林的飞手，姚天霸、姚明虎白鸟？姚天霸、姚明虎，对，因两个人。胆大妄为，建功立功，要来偷国宝。不但当时杀死了不少护卫，又杀伤各种先修重伤而死。杨妃娘娘到现在也从这件事无去让伊忘记，不时就在皇上面头前造势，特别庆祝因两个人归案。平时，莫非你知影因两个人的下落？英子，啊，父王，你拄只伫咧讲，是毋是姚天霸白鸟？这，英子，怎样？对父王讲啊？父王，李氏讲的是梅振兴伊的老爸梅玉良啊。梅振兴，梅玉良。是梅狗白鸟去挂名的。这我都唔知咯。但是梅玉良已经死啊，梅振兴咧，伊功夫是真好。伊这一摆是伫鸡鸟山，从那就伊这个牛百勇。若唔是梅振兴来帮忙啊，恐惊李神也无法度制服着伊牛百勇。伊佫查出就潘神，这个潘太师通犯的密函嘛。明是，那安尼你确定梅振兴因爸囝是当年抢劫国宝在大路被人劫走的一人犯？是啊，但是是毋是较早迄个重犯，我就毋敢断定咯。梅振兴已经悔改，伊即出来帮忙就心里直讲，父王啊，是毋是你会用个奏明皇上，将伊将功赎罪呢？问题是，杨妃娘娘一直忘不了丧父之痛，恐惊的。父王，敢袂用个发外事文，伊有功劳，该抵罪啊。平时，你是知影，杨妃娘娘是皇上的宠妃啊。再说，梅振兴，假使若是当年的姚明虎，就算皇上。会当来开恩，让伊免了一死，也毋过也应该到边疆去从军多年呀。要去从军啊？是。对，也
梅振湘伊到底是啥物人？明人来对遐个关心吗？父王，我唔敢骗你啦。梅振湘就是碧如我的亲大兄。碧小姐的胞兄，你唔是甲我讲碧如我是碧总兵的查某囝？是碧总兵的养女啊。哦，范阳总兵是你的养父？是。那呢？你这查起有小会相识？王妃娘娘。小姐，你甲明丽袂晓成婚嘞？
小凤爷这几天，敢讲总无来看你是？小凤爷对你不利，为什么你搁对这么痴情呢？小凤对你是一片的真情，公主。殿下，你拄则毋是讲过，爱情两字是免去勉强。我要来劝你一句话，我对你并无意，希望你唔通搁再这样痴心。凤仪，你先拜见母后。公主的心情无好，你也是莫来搅扰，袂叫气嘛。是。妃娘爷，爹，公主，我是有一件代志想要来甲你讲，无定着你若听了后，你的心肝内会真艰苦；，也无定着若听了后，你的心情会较平静。是甚物代志？小王爷伊今早踮咧皇上的面头前有走了一步，求皇上着赐婚。叫伊到甲碧姑娘成亲，袂用的。明年甲六月绝对袂用成婚的。王爷，因两个人是亲兄妹啊。王妃，这件事你若无要较早答应是讲，袂用甲伊讲。王爷，明年若是知影，一定会离开咱。会去找伊亲生爸母。我唔甘啊！我唔甘要明日跟我离开，王爷。王妃，陆续归军是必然的。假使咱若无真相，将真相坦白来对明日讲，同款咱也无办法。他来主动明示跟如月的婚事。王爷，无办法，你嘛要想出一个办法啦，绝对袂用留你，跟咱离开啦。明示请求皇上赐婚，现在圣旨已出，要有什么办法通更改心？咱手下无事，敢讲你都忍心好明示离开？王爷，不如同款，同款，甲你唔甘好明日离开小城，也过，这有什么办法？敢讲，咱会将真相甲伊讲袂用的。咱无其他办法是无？王妃，想较开一点，我看也是将真相对明日讲好。我有办法。你，我去找白小姐的老母。小王爷对你遐尼好，伊一定会恳求王妃答应恁两个人的婚事。王妃娘娘，就是有问起咱的家世，唔才会坚持唔答应阮的婚事。这代志我早就甲你料到，自古以来，皇亲国戚绝对袂肯甲平民成婚的。去一摆，若毋是白衣童子搁再来出现，如月早都已经甲燕仲春成婚做红母了，都毋免有今仔日的烦恼。因为甚物？是咱要做好来行啥？因为甚物都要做好去见老王爷甲老王妃？如月，伊是甲王爷甲王妃讲，你是白装兵的查某囝。换家的千金，当然是会用个甲伊成婚。
哪会知影王妃会问起你的家世？偏偏你家己要照实甲伊讲。大哥，伊是看到人个小和尚，伊毋才会共问。小和尚，禀夫人，王妃娘娘讲来求救。是。李忠。在。你去问外国手，唔准任何人入来。是。你就是碧如月的老母。老身正是。碧如月是你的亲生查某囝。是。一个范阳总兵得招呼。是如月养父，是如月的老爸是梅玉良，是梅俊生是如月的大哥，是如月要一个失散的二哥，还未找到，正是大概夫人已经知影讲本王妃阴暗面的来意吼。王妃是为着小女甲小王爷的婚事而来，正是。阮王妃有一个请求，请夫人一定要答应。王妃娘娘，你和你母仔三个人，伫个天明以前，一定要离开京城。王妃已经将马车准备好，还可有这的黄金。王妃娘娘，夫人，你唔通怪本王妃心肝狠，痛煞一对相爱的男女。其实，为什么？为着这尊的小和尚。心上，小王爷，明明不是我的亲生囝。